长了很多兔子草起来了，茶去喂兔子了。这兔子草人也是可以吃的。看，摘了这么大一把。来吧，好了，别看了，你在这他们都不敢吃东西。又到饭点了，准备来一点紫姜还有肉。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今天就来做个紫姜炒肉。紫姜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香。这个骨头等会就煮给我家狗子吃了。起锅来一点点油，肉倒进来炒。肉炒熟之后倒入大蒜和泡椒，香辣酱来一点，再来一点点辣椒面，翻炒一会儿，把紫姜倒进来。调味来点盐、酱油、鸡精，最后再来点韭菜。出锅。香喷喷的紫姜炒肉就做好了，开饭咯。紫姜非常的脆嫩，好好吃。